最近几件事办得不漂亮，盐运使大人那边已经非常不悦了。是是是，您说的对，就那一个沈不言的家境和背景，已经完全碾压老夫了。现在又加上一个小王爷，老夫想尽了各种的办法，可还是斗不过呀。就连那个屠查这小贱人。 他也敢在老夫面前耀武扬威了，哼！早早把他处理了，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般麻烦的局面。而你，务必要想办法处理掉那个屠查查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是是是是是是。爹，爹，不好了，爹！何事惊慌？沈不言，沈不言说他要来归还信物了。他归还信物？ 有什么还？当年受温老爷馈赠，如今悉数归还。沈世侄，别怪老夫没有提醒你，你今日所要归还的信物，是当年种入你心脉里边的药引子。 如果你要强行挖出药引子，这就可以。这就啊！我给你送进监狱，审问2000，送死2000。 沈不言，这是何苦啊！好，沈不言，算你狠。沈不言，待你今天把这个药引子挖出来，我30岁，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后悔的。至少这一刻，后悔。 呸！没出息的东西，为了个女人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我倒觉得他是个真男人。查查姐一个鸡腿，宋姐一个鸡腿，姐夫一个鸡腿，也不对，姐夫一个翅膀。 墨汁一个翅膀，小王爷，插个鸡脖子吧，不让给我翘鸡屁股了。哎呦！ 不言说有要事处理。哦，那豆豆呢？豆豆呢？孩子怎么回来呀？豆豆他……救人啊！快！快！公子，公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李，赶紧叫大夫啊！慢点。哎呦！公子失血过多，只需调养几日便可。 只是心脉似乎有缺，这不好办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待老夫再为他开几副药来，压制压制。那就由劳你了，谢大夫。来，这边请。不言，怎么样了？查查，在，我在。我看看他的回忆。 公子为了退婚，去温家退信物，可能信物是种在公子心窝上的救命药引。公子方才，我怎么和老爷和夫人交代啊？公子，没有了药引，你注定活不过30岁了。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你。不，查查，不怪你。
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，行走天地间，当持正守信，与我怎么能身家？与他同流合污呢？陆言，陆言，我徒查查，不管你有没有婚礼，永远都是你的妻子，永不放弃。我们走，我们明天就走，管他什么温家，管他什么颜玉氏。 我们老汉闹事儿，都怪温德那个废物。 去了扬州，在回来的路上，看到巷子里有两个人影闪动，其中一个为打倒在地，情急之下，我喊了一声，我上去查看的时候，那个背心断了气的。相公子，你这是不是有什么来历了？我还记得，我跟查查之前假扮楼兰王使者，遇到的那个蒙面刺客。 用的也是元素。太牛逼了！ 这是什么？你可还记得那晚与我缠斗的黑衣人？记得。那么可以肯定的是，杀害豆豆的凶手一定与温德那老贼有关系。我一定要将他大卸八块。你我在这城中待了那么多年，何时见过那老贼练过武功啊？绝无可能。我与那人缠斗交手。 深信不下。于是你可还记得具体位置？就在他们家后边那条巷子，那儿平常很少有人去。那与温德那老贼私下勾当里最相关的，就是药材黑王。盐，那里有很多仓库，并且我们都知道他贩卖私盐的事儿。温德养的那群废物，不过是一群不入流的打手。即便你我二人。 知道他贩卖私盐的勾当，他们也只会用一些不入流的伎俩暗中加害。与真正杀害豆豆的凶手不是一路人。
你可还记得，温德对那个黑衣人十分的尊敬？严御史。